年有看到，我来这边玩的时候看到人在做，那今年的朋友跟我讲开始，可是我就赶快通知我的外孙女报名。对，你知道今年可能是最后一次吗？就是因为知道我看到那个消息，一开始觉得站上去有点可怕，可是后来就是有保持平衡之后就就是还不错这样。因为刚好下雨，所以上面滑滑的。那会觉得如果明年再体验不到的话，会很可惜吗？会，还蛮好玩，很无聊。为什么会很无聊？因为慢吞吞一下就好了。所以你都不会害怕？那你表演其他的吗？一般来讲，它这个苗今年就是天，不知道是天气的关系，它造成小苗可能是有一些感染，它造成它生长不好。本来我们有种很多，可是疫苗就不是很成功这样子，病虫害也有可能。还有就是刚才讲天气太热也有可能，因为我们疫苗的时候是在桶子里面，不是在天然水池，哦，它温度是没有办法降下来。